他这个400个人中，400个人中相当于我现在打了2把，加了4个人中，而且我打的是高分段。要是说打低分段，我就不谈了，好吧？打就是你就算打高分的。녀석들의약점을노려이게바로내존재의의미다보고배우리我现在按一把10个人头算，一把10个人头，400个人头要打40把，是吧？40把。相当于20个小时，他就一个超火要加班20个小时。사냥을위해왔지만과일때문에남아야겠어녀석들의실수하는틈이네요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今年能不能拿个52呀？我看他们说，我刚刚看抖音，我听那个文森特说，什么你要什么霸哥跟三桂去打拿，这是什么53挑战下播，估计要打到明天。啊，真的好恶心！德莱文这个英雄啊，怎么这么痛啊？打人一级的时候，加九个，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加九个，33。야수에게먹이를주든가스스로먹이가되든가우리의힘을지키고저들의영역에서싸워라
是的，比赛上赫维留斯优先级还是蛮高的，但他这个英雄有一点问题，就是确实也很容易崩，你知道吧？就看决赛了吧，看决赛。但是我觉得下个版本再看吧，再看吧。我觉得내가돌아왔다거기어서덤비라고只能说是 A 到那个通臂的效果，是不是？他妈的，主播就算这个战绩，也能如此的打伤害，是吧？不知道那些黑子在喷什么，真的是恶心死了，恶心死我了。八个人头是吧？이게내가돌아온이유다아真的好恶心德莱文这个英雄啊，怎么痛啊，打人一级的时候，加九个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加九个33。움직이는대상이더오래살아남는법이카봇은내방식대로사냥을실행하지속지말라고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살아남고자한다면절대로멈춰서는안돼공화도이사실을알고있다난살아돌아올수없던자들을위해여기에왔다
포탑 방패가 곧 소멸됩니다. 내가 살아남은 게 이게 바로 내 존재 의미다. 보고 배우자. 是的，比赛上赫文留斯优先级还是蛮高的，但他这个英雄有一点问题，就是确实也很容易崩，你知道吧？就看决赛了吧，看决赛。但是我觉得下个版本再看吧，再看吧。我觉得분노는정말쓸모없는거야마치계속썩어들어가는상처처럼아나무잖아정말보고싶었는데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
파괴했습니다. 파괴했습니다.